幸福不远了，坏天气消失不见了，缘分像阳光照射。幸福不远了，心跳声在提醒我，爱情慢慢靠近着，这一次我准备好了。屏住呼吸，倾听着空气，有浪漫的声音，谁的心情婉转而动听，像微笑的北极星。命运的时长，我相信会指引着我，和爱相遇不可思议的剧情，就像未知的旅行。幸福不远了，这一次要勇敢好吗？相信爱是美好的。幸福不远了，终于内心的选择，幸运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了。幸福不远了，坏天气消失不见了，月份天空有阳光照射。幸福不远了，心跳声在提醒我，爱情慢慢靠近着，这一次我准备好了。幸福不远了，坏天气消失不见了，缘分像阳光照射。幸福不远了，心跳声在提醒我，爱情慢慢靠近着，这一次我准备好了。这一次我准备好了。说库克家有那么多的养子，他都能把他们一一打败，成为唯一的财产继承人。既然他不认识业务，没关系，就让他重新认识我。我看业务部你就别待了，看收发室有没有要你。不是，王总。是不是打算要跟陆六安在一起呢？他现在是 Neo Cook，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我叫 Neo Cook， 中文名字陆六安。哦，老天既然让我遇上了他，我就会用我一生的时间去爱他。都两个小时了还堵车，一个个都在堵的路上是吗？再问。哎，你好，王秘书吗？啊，我是上北公司的小德，啊，那个，啊，你们都回去了？什么意思？快说呀！他说他们都回去了。为什么？说郑总收到咱们上北的邮件。说以前的数据有误，然后他们就回去了。谁给他发的邮件？啊？都收到邮件都回去了？是谁这么缺德呀？李顾问，李顾问。找着这炉子了，幸好这些东西你都有现成的，要是准备起来肯定很麻烦。对，这都没怎么用过呢。哎，那还有那个钓鱼的东西，你说要不要带上？你没用过这些，你买它干嘛？多浪费啊！之前买的是没时间，现在不是有时间了吗？知道，知道，别闹！你在幼儿园还在闹哄吗？啊，没事，让他们玩。这个呀，这个是烧烤炉。我要去烤鸡翅膀。
好呀，你们明天想吃什么都可以。明天我们去骑马、烧烤、划船。划船。耶！妈妈，爸爸明天跟咱们去吗？哦，妈妈问过爸爸了，他明天有事儿，他不去。你骗人！你骗人！他上周跟我约好了，我要自己去问他。妈妈真的问过了。我要再问一次。爸爸答应过我，每周六带我出去玩，明天就是周六呀！我不管，我不管。我要跟爸爸去玩，我不要跟周叔叔去玩吗？妈妈别闹。明天有那么多人都陪你玩，而且又那么喜欢你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梅花，那个老爷陪你玩捉迷藏啊，再让小猪叔叔一家人、石头哥哥陪你一块玩，行吗？我不要张叔叔，我讨厌张叔叔。梅花，周叔叔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呀？我是一个孤儿，父母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就是一块女士手表，上面记录了我出生的时间。后来现在的家庭收养了我，我的父亲对我很严格，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叫 Neil Cook。 我并不喜欢当约翰 Cook 的儿子，我无数次的想要逃跑，最危险的一次，我差点从三楼摔下来，是我父亲用折断了双臂和四根肋骨的代价把我挽救了回来。当时我才明白他是那样的爱我，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谈判，然后做了约定，他不会再用强迫的方式约束我，前提是我要先完成他交代的所有的功课。我的自由要我自己来争取，父亲让我明白自由是内心的一种力量，争取它，永远不抛弃它，就会变得更强大。感谢上帝让我成为了约翰 Cook 的儿子，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原来这幅真的是他画的。去年他正式宣布我成为他唯一的继承人，他说这不是礼物而是枷锁。作为补偿，他给了我两年的自由，于是我来到了中国，成为了陆六安。
他每次从老白家回来都这样，还能有啥事儿啊？啥事儿？那卖花，从一回来就闹，非得把麦冬叫来才管用。我看啊，肯定是看到人一家子其乐融融了。是啊。我那个傻儿子，自己还溜达回来了，他就不应该回来，他应该跟他盯着他们。真的。 哄孩子谁不会哄啊？我孙子那么淘气，他都哄住了，更何况一个小丫头啊！不行，我得给他支招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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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
白嫂，你睡了吗？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，全部都是真的。白嫂，来，包子好了啊。哎，吃饭啊。爸怎么了？爸，那个嫂啊，是不是李穆乐又去找你了？啊？所以你昨天晚上大半夜的跑回来了？没有。我们那个小区啊，不安全。啊？昨天有一个小偷进我屋了，我一害怕我就连夜回来了。啊？那丢东西没有啊？你报警没有啊？没丢东西，还多了。啊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再说了，我那房子马上就要退了，提前回来不挺好的吗？不少，你最近好像精神不太好啊。对了，白吉怎么一大早跟麦冬出去了？哦，昨天约好了跟周家一起去郊游，结果麦花一听他爸不去啊，又哭又闹的。后来把麦冬叫回来劝了半天才好。这不，今天早上白吉就跟麦冬啊带着孩子去公园了。你说这麦花以前挺喜欢小宋的，可自从麦冬一回来，那小丫头眼里啊就只有他那个不争气的爸，张嘴闭嘴就说小宋是坏人。你没看见小宋当时那样？杵在院子里头啊，跟被雷劈了似的。我倒想去劝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呢。哦，这事儿你别操心了，吃完了赶紧去屋里睡个回笼觉啊！啊，赶紧吃吧啊！怎么了？没事，吃饭。你还微信叫我来干什么？到了现在，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好说。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当初你第一次带我到这个地方，你跟我说这是你们姐妹的秘密据点，我当时特别高兴，因为我觉得我走进你心里。想让石头哥哥陪你去烧烤，还有周叔叔一起吗？那
麦花只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妈妈你不要再让爸爸走了好不好？麦花乖，爸爸现在没有钱了，也不能给你买漂亮的衣服还有好吃的，但是周叔叔可以。麦冬，你当着孩子的面说什么呢？去，你先玩，老爸一会儿陪你。哎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小跟班，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什么呢？再说了，我得谢谢周广松，要是没有他，我还认不清傅静之的嘴脸呢。麦冬，你不能怪周广松，他只是想给我出口气罢了。我没有怪他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现在我一无所有了，也是活该嘛。我知道你过得不是太好，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我不需要你同情，我更不需要他同情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父亲身体不好，早早的退休把公司交给了我，可是我没管理好，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希望。我那会儿压力真的很大，我回到家想告诉你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知道，你对生意场上的事儿不了解。你把全部的精力、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所以我不再想把压力转嫁到你的身上。就这样，咱们的沟通越来越少了。都过去了，别提了。我那会儿是被傅京之迷昏了头，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爱情。白姬，我现在真的想弥补，可是我除了多陪陪麦花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这就够了，你是麦花的爸爸，他永远都不会怪你的。经过这么些事，我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。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踏踏实实的生活。麦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家。白锦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别跑！媳妇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陆六安，哎呀，你这个假洋鬼子，还好意思回来这个家啊？哟，小陆来了。哎呦，你那么大声吓我一跳。哎呀，你说他骗我们家多久啊？这个小骗子还好意思笑，我抽你呀！抽你！怎么老来？你抽你！啊，师傅，我太想你了，看你还有这么有活力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好了好了。你们俩别在这儿说了，进屋聊吧。哎呀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进屋来啊。快走，小鹿。来上苏旭了。是啊，刚吃着早饭呢，不知道谁发了个微信，看了以后就出去了。那我快去找他。你坐下。还没审问你呢。你老实跟我说。为什么突然跑回美国去了？又为什么突然跑回来？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啊！你弄个假身份，成天到我们家招摇撞骗糊弄我们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师傅，我真的没有骗你们。陆六安这个名字本来就是白嫂给我取的嘛。然后以前你们有没问过我家里的状况？所以我自己说出来不是很奇怪吗？借口！我真的没有骗你，师傅。你不要嬉皮笑脸的，我跟你说。你以为你喊我师傅了，我就不抽你了吗？你刚刚还没抽够啊？还没呢。那继续。你，哎呀，你臭小子！那我告诉你啊，
你今天必须老老实实把你的全部情况给我交代清楚了。现在啊，但我想去找白嫂啊。马上交代。跟我回公司，就说你工作失误，发错邮件了。走。我是不会去的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报复？你这么做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？你现在不但要毁了我的前途，连你自己都不要了是吗？如果要让我丧失原则和底线的话，这样的前途我是不要的。白少，袁太太借项目套取集团的资金，然后再让集团破产，这才是你回来的真正目的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袁太太虽然是公司的大股东，却迟迟拿不到控制权，所以她宁愿回国当一个区区的分区总裁，是为了挑选五个风险值非常高的项目同时启动。签约一旦成功，集团就会注入大笔的资金到达商北，当然，这些项目是不会成功的，集团跟商北到时就会负债累累，大笔的资金就会到达袁太太的口袋里。你们真的好自私啊！为了达到目的，宁愿让所有人去当你们垫脚石。警告你不要乱说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猜测，你没有任何证据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跟我装傻吗？数据是我改的，合约是小德做的，所有签约是张总来完成。你主导了这一切，却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，因为你早就知道这些项目根本不会成功。所有经手过项目的人都会是你们的替死鬼。对我是利用你，但我也在时时刻刻保护你。我让你改数据，那又怎样？我从来没有让你碰过任何项目，就算是出了事，也有琳达和袁太太在顶着。我那么爱你，我所有的事情都在为你着想，但是你却这么对我。你的爱真的太可怕了。那又怎样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人们关心的是结果，过程和手段谁在乎？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我的将来，是我们俩的将来。张总、琳达、小的那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为了他们蠢到毁了我们俩的将来？我真的跟你无话可说。擅自篡改项目数据，公司不会放过你，袁太太也不会放过你。你现在跟我回去解释还有机会，不然的话你就等着公司给你发律师函吧。随便。白少，我是在为你好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俩的结局，是吗？师父，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让张毅的儿子去调查。我没有不相信你的话。那你那副表情？我只在想啊，你养父收养了那么多孩子都指望不上，咱们家那三个丫头虽然也不让人省心，但是啊，个个还是知冷暖的。这么想一想啊，我也该知足了。就是啊。我养父资助孤儿院，别人说他太虚伪了，他和Tony闹上法庭，最后又解除了收养关系，别人又说他太冷血。哎呀，不都说了吗？利字边上一把刀，这人呐，没钱不行，钱多了呢，要我说啊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
你想想看，人这一辈子，这能吃多少，能穿多少呢？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和和乐乐的，相互理解，是吧？白叔叔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好在呀，你爸爸有你在身边呢，你这个臭小子。哎，勺勺怎么回事啊？出门大半天了，都还没回来。我昨天晚上好像把他吓跑了，他肯定是知道我今天会来这边，所以不想见我吧？啊，原来昨天晚上进屋那贼是你啊！你都干了什么呀？我什么事都没做，我只是把几幅画放那边而已。画？他不是说他不认识我了吗？所以我把我从小到大全部的人生都画给他看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宝贝儿，爸爸和周叔叔，你选谁？我选爸爸。那妈妈可能会选周叔叔，到时候妈妈就成了石头哥哥的妈妈了。那妈妈会不会不喜欢麦花啊？妈妈会越来越喜欢石头哥哥。妈妈，我不要你了，石头哥哥的妈妈。石头哥哥跟我抢妈妈，我讨厌石头哥哥，我也讨厌周叔叔，我不要他的小熊。我也不要他买的衣服，我也不要他的颗粒颗粒变。什么颗粒颗粒变呢？反正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爸爸妈妈在一起。白嫂，你又要跑？你有本事就把全家搬走嘛！有人让我找不到你。君子动口不动手的。我决定要学周岗颂，不杀到最后一滴血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陆六，你要哭？白少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和李牧现在要结婚，我也是会抢婚的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赶快跟我走！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？那些话你都已经看了，你都已经明白了，我也跟你爸说清楚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死都不退缩。那我就打死你。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吧。
少少，这小鹿也不是故意想隐瞒你，你看你让他当你男朋友，他也不能说不行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对对。这你呢，也没把小鹿当成你真正的男朋友，那小鹿凭什么主动给你交家底儿呢？再说了，小鹿也不错，自己能挣钱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必要天天的宣扬他有一个杨大款的老爸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对对对。你看，现在小鹿都回来了，这可是一个漂洋过海的诚意，对不对？嗯。他有他的世界，我有我的，平行线，没有交集。谁说的？我们那么多交集，都快连成蜘蛛网一样了。哎哎，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工作。哎，我说大礼拜六去哪儿找工作啊？师傅。白嫂，白嫂。你不用拽我，我会停下来的。你现在不仅在学周岗松，你还在学李穆勒。开玩笑，我死都不会学李穆勒。他就是这样，直接跑到我家来，跟我爸献殷勤，用亲情绑架我，让我不能分手。你现在怎么跟他一样那么烦人呢？哎，所以你真的跟他分手了？不关你的事儿，我现在特别特别特别的讨厌你。撒谎！我们刚刚在接吻的时候，你再胡说，我弄花你的脸。白少。你的暴躁症啊，越来越厉害了。喂，小德。告就告，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要报复。小德，我这次一定会跟他们杠到底。发生什么事？谁要告你？不关你的事。哎，从头到尾，前因后果，一个字都不能漏，全部给我说清楚。哎呀，这小鹿回来了是不一样啊，眉飞色舞的。我早就说啊，这孩子好，热心肠，性格又好。少少早跟他在一起啊，就没有中间那么多是是非非的了。可是，哎呀，担心什么呀？担心说没说实话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净说实话，我才担心呢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他那银行家的养父。哎呀，我还中医世家呢，我不嫌他就不错了，他还嫌我。大不了咱去美国，亲自跟他谈判，叫你们家小亮啊当翻译。你们家小亮也不错啊，高级工程师，咱镇着他。我说你扯远了是不是？我是说他们家的环境太复杂了。也是啊，那一大堆的养子养女，要是都跟小鹿一样也行，偏偏个个如狼似虎的，要是咱们家少少嫁过去，恐怕真得吃亏呀。不行，我看呐。小鹿得倒插门，对，倒插门，这要好好跟他谈一谈。人家要接班的，谁给你倒插门啊？那不行，我老白女儿是肯定不能吃亏的。你又来了是不是？我现在要跟你说这些啊，不是让你同意或者反对，我是想跟你说啊，如果要是少少想明白了，真的要跟小鹿在一块儿了，你能不能放开这个手啊？那大不了我跟你美国去，看着。爸，张姨。二丫头回来了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卖花呢？她带孩子去爷爷奶奶家了，我想着我去也不方便，就先回来了。爸，张姨，有点累了，先回屋歇着了。啊啊，去吧。这一个个都放不下心，还跟我去美国呢。哎，石头。
托哥哥跟我抢妈妈，我讨厌他，我也讨厌周叔叔，我不要他给我买的小熊，我也不要他给我买的裙子，我也不要他给我的颗粒颗粒变。周叔叔对你这么好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荷尔蒙耐心等待，号码牌寂寞难买，灯浓无消失不在，真相被打开，费洛蒙精心安排，要错过多少站台，等时间慢慢腐坏，命运被摊牌，窗打开月光进来，窗打开我的告白，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们的爱。我要再不改的话，项目就要启动了。而且张总和小德都会跟着一起倒霉的。我真的想不通，他们为什么要连他们也要坑。你不是很讨厌张总吗？讨厌是讨厌，但这是两回事儿啊。他们要愿意告就告吧。反正我也没做错什么，我是问心无愧的。要是你的冲动性人格可以放在感情上，该多好啊！我是不是神经病啊？跟你讲了这么一大通。这也是我需要的资料，你回去帮我准备一下，两个小时后我过去找你。你干嘛？我干嘛要听你的？因为李穆勒和集团高层套取资金这件事情还没有成为事实，但是你改变数据导致五个项目没有办法签约，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了。大不了告我篡改数据破坏项目，我才不怕呢。你不怕，但白叔叔会怕。你快回去准备一下资料吧。我不想回去。是不是怕再看到我那些话？行动啊。我真的搞不明白你是怎么进去的，还放了那么一大堆东西。我去看房啊。好啦，别磨蹭了，快点回家准备一下资料，两个小时后我去找你，好不好？接电话。回去就回去，谁还怕你啊？Hey Stanley， 我有个法律上的问题要问你。Yeah。我在美国有考过 bar exam， 但在中国没有考过 bar exam。好，谢谢啊，那等会儿见。行，等小松回来我告诉他啊。嗯，谢谢阿姨。这几天我跟小松，哎，这后妈后爸难当啊。你们俩在一起不容易，你说各自都有孩子，肯定会为孩子多着想一些，是吧？只是，阿姨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儿我能处理好。我相信你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送送你。嗯。刚切的。我爸妈呀，见了麦花特别的高兴，还说明天约您和张姨一起喝茶呢。哎，这都离婚了，咱们也不是亲家了，见着孩子就行了。是，虽说离了婚，但也都是麦花的亲人嘛。麦花从小到现在也多亏了您这儿多照顾。麦冬啊，现在说这些话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叔，哎呦，二丫头回来了。白姐，你回来了。哦，麦花我已经哄睡着了，放心吧。张爷，哎，那个麦冬啊，孩子送回来了，那我就不留你了，你回去吧。
对对，那我下个星期再过来。我看以后还是约在外面吧，你一趟一趟的跑来我家也不方便。麦冬，我们已经过去了，不会再回头。但你是孩子的爸爸，我不会剥夺你的权利，也不会在他面前营造你负面的形象。同时，我希望你真正的用心关爱麦花，给他树立一个好榜样。不是，再见，麦冬。怎么了，二丫头啊？我从来没见你说话这么痛快过啊！看您说的，好像我原来很窝囊似的。麦花现在还不太接受岗松，我在努力地培养他们两个人的感情。无论如何，要争取嘛。你要这么想啊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去看看麦花。来。这孩子都不容易啊。在黑夜里监视着爱情，伤深浅不一，从始终学习。看镜子里最真实的自己，幸福随我不放弃。待在客厅，顺月光所有坏运气，爱会来临。